所以是平湖山水上帝庙元宵吸黄金龟活动已经过一段落啊，这个期待超过2500万的400两的黄金龟，在去年公开了后，确认今嘛由这个台北的这个张耀怀，伊拔出上座上杯，成为今年黄金龟的主人。因为伊是咧做迄种的娱乐哦，娱乐事业哦，所以伊在执行当。除了这疫情吼，讲停顿了啦，吼，所以希望讲会当抱只大只金菇，会当哦，将这疫情快赶紧哦，安尼会模糊的话。经过诚心的祈求，总算得到神明的同意。听讲这几只由黄金打造的黄金菇，会使为主人带来几年的好运气。地主每年将这个400两金菇的香火庙方，同时佫加上伊心意15两，总共会香415两，延续这项传统的活动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